关于这个片段的来源非常神秘。我找到了一段有关该视频的描述，声称某人从一位美国摄影师那里购买到了这些镜头。该摄影师于1947年被派往罗斯威尔拍摄坠毁物体的残骸以及当时的事件。这段镜头非常震撼，买主为此支付了15万美元。视频显示了两个大约 1.5 米高且彼此完全相同的外星生物，他们有大而椭圆的黑眼睛，一个受伤了，而另一个看起来状况很好。关于这段视频最真实的一幕，就是医护人员用工具掰开这个灰人的嘴唇。我能提供的信息也仅限于此，如何看待在于你自己。